这趟农历文新无庙地元宵节进前举办的夜村有一点，必须落为文化资产台南市定古迹。离高达40分钟的高空烟火以及喷啊炮，不但吸引全台各地数十万人次参加，更是每一档拢袂当错过的地方盛事。但是随着最近疫情升温，为了遵守中央防疫规定，庙方决定来延期办理高空烟火秀以及喷啊炮活动。即卖疫情真严峻啦，所以讲阮委员会啊来决议啊，哦先来暂缓，哦先来暂缓，哦即、這个2月12日即个夜春牛的游行，哦含即个高空烟火炸风炮的活动，哦阮是来暂缓。哦，因为因讲啦，疫情哦较好的时阵，哦政府呐来会当去举办，阮会来请示阮的绿里门嘛，哦，阮来请示阮绿里门嘛，看啥物时阵啊来举办哦这个活动安尼。庙方强调将用上严格态度来遵守防疫中心的规定，同时提醒信众，伫过年期间一律禁止跋杯，请大家体谅并且遵守。有关。咱防疫中心规定的工课，咱信步庙绝对遵照，因为咱过年时啊是有上香拜年、拜杯，一律完全禁止。所以这个工课，希望咱这些民众咧，大家知影，咱大家来遵守一下，咱拜杯完全禁止，抽签伫农历个正月嘛是完全禁止吼。这个甲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希望大家当来配合信步庙。啊！甲配合政府一切活动安尼，感谢。春节大小到庙里拜拜祈求平安，是袂少民众春节的活动行程之一。随着疫情升温，庙方也加强消毒工作，以及准备酒精给民众使用，希望大家会当随时做好自身防疫工作，才当有一个快乐佮平安的春节假期。咱的新闻台三单英雄阿南区采访报道。